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北市运动乐区星光体育课。我是幼儿足球教练武旦教练。那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做训练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在训练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做热身。那我们第一个热身动作是开合跳。在动作开始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立正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脚打开，手往上拍，再回来到原本的位置。然后连续像这样子，OK。那接下来就跟着教练一起做，我们做30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。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OK，接下来给大家休息10秒钟的时间。记得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不要坐下来，那我们可以原地的走一走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动作是跆拳道。那我们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肚脐的位置，然后伸出来，脚抬高，让膝盖碰到你的手掌，右脚碰右手，左脚碰左手，像这样子。OK，那我们要连续做，记得你的手不能像这样子往下拍。OK，要把手固定好，在这个位置，让脚往上抬。那我们在抬的时候，跑的速度不用很快，但是我们记得要把脚抬高，碰到手。好，那我们的训练时间30秒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记得你在做的时候，等一下刚抬高，等一下刚碰到手掌。好，停。那我们一样可以原地的走一走，休息10秒钟的时间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剪刀石头布，但是我们是要用脚。剪刀的时候，我们交叉，双脚交叉；石头的时候，两只脚合起来；布的时候，两只脚同时打开。OK，那我们动作要连续，记得要按照顺序哦。动作做起来会像这样子：剪刀、石头、布。OK，那我们一个剪刀、一个石头、一个布，算一下，我们总共做20下，那就开始吧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我们一样走一走，休息10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个开合跳的动作，开合跳30下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30。OK，我们要原地走一走，休息10秒。
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可以做深呼吸来调整你的呼吸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，抬腿跑30秒，记得手要放在你肚脐的位置，预备，开始。OK， 停，一样，朝右走，休息10秒。最后一个热身动作，剪刀石头布的动作。记得你在做剪刀石头布的时候，要按照顺序。那我们预备。20下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分钟的时间休息喝水。OK， 休息喝完水，热身完了之后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操。等一下，请跟着家人动作，家人会从一数到十，数到十之后，我们会换动作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，双手往前，大风车转圈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向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下来手上腰，然后找你的腰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来，手扶膝盖，一样绕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手腕脚踝，好，我们单脚，然后两只手的手腕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们换脚，然后手腕换边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下来我们双脚伸直，两只手低下去，稳稳的脚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下来脚打开，摸地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双手一起摸左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再换弓箭步，一只脚跨出去，后面这只脚伸直，前面这只脚弯弯的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热身完做完操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训练。那我们拿出你刚才准备在旁边的球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教练来教大家踏球，像这样子踏球的动作。那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脚轻轻的抬起来，放在球上面，记得是放在球上面，不是踩在球上面哦。如果你踩着球的话，很容易会跌倒，所以我们轻轻的放在上面，然后换脚。你只要轻轻的碰到球就可以换脚了，像这样子连续的。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做30下，来，右脚左脚算一次30下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动作增加一点难度。当我们一只脚放在球上的时候，换脚的时候稍微跳一下，往上跳一下换脚，往上跳一下换脚，像这样子，动作一样连续。好，接下来就跟着教练一起，我们一样完成30下，右脚一下，左脚一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OK， 那我们要原地休息10秒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动作增加一点难度，一样，拉过来的时候，身体往上跳一下，换脚，像这样子。OK， 那再记得你在拉的时候，拉过来到这个位置，先踩住，再拉回来，踩住，换脚，踩住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要30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
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。OK， 那我们一样，原地走一走，休息十秒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动作要教大家单脚脚底拉球前进。刚才我们是原地左右拉球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加上移动，但是我们只用单脚，像这样子，一、二，前进两步，换脚踩住，再来回来两步，一、二，踩住 ，OK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算一次，那我们二十次，预备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最后十下，我们加快一点速度。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接下来要教大家双脚脚底拉球前进。等一下，我们一只脚拉球，换脚踩住，再拉球，换脚踩住，再回来拉球，换脚踩住，拉球，换脚踩住。好，我们一样练习二十下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最后十下，我们加快一点速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动作，双脚踏球前进和后退。我们待会做我们第一个做练习的动作，双脚踏球加上前进。然后对。
好，记得你在前进的时候，不要把球推得太远，你推得太远，另外一只脚会不容易踩住球，所以我们轻轻的推换脚，轻轻的推换脚，然后再后退。OK， 我们练习的时候一样，前进后退算一次，我们练习20次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上一点难度，跳起来换脚的前进，跳起来换脚大球前进，开始。一。那等一下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把脚伸直，然后手放在后面撑着地板，脚像这样上下踢一踢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再来，双脚弯起来，像一个溜滑梯一样，然后一样甩一甩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，我们双脚伸直，然后脚尖朝上，两只手一起去摸脚尖，然后记得你的脚不可以像这样子翘起来，要贴着地板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，接下来我们把脚打开，好，然后双脚的脚尖一样都要朝向天空，然后两只手叠起来摸前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来双手一起摸左脚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两只脚的脚底跟脚底合起来。然后我们的脚一样甩一甩，像蝴蝶一样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我们把两只手叠起来，放在你的鞋子上，然后呢，头低下去，好，让你的额头碰到你的手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一只脚弯起来，像这样子，一只脚弯起来，然后呢，
两只手放在后面撑着地板，另外一只脚放上来你的膝盖上，另外一脚放上你的膝盖上，好，然后屁股要离开地板，屁股不可以放在地上，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下一个动作我们要拉小腿，我们像这样撑着，然后屁股翘起来，脚打一个叉叉，两只脚交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再来换脚打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那我们放松收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